我是想说毕业后先就业，那刚好学校有这个方案，所以就待遇也不错，所以就想可以参加。是，所以你也已经报名了是吗？对，你住关西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个计划对你来说，不管是上学或者是说上班，都算近哈。对，其实当初就只是老师提出来这个是计划而已，然后当初大家也不知道，可是班上同学都觉得很有兴趣，所以大家班上同学就一起报名。你们自己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一个对这个计划一个什么期许期待？就是希望可以成功考取。OK。希望就是因为有这个方案，有这个需要跟中科院这个合作，所以想说可以试试看这样。会不会让你们没有那么的慌？就是说。毕业了，马上就要可能要面对到职场，或者是好像有稍微一个缓冲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哈。实力跟自己差不多的学校，然后半工半读这样。是。原本是想升学吧。后来听到这个方案，也觉得不错。所以后来有也在想要不要，就是参加这个，后来还是参加了。也参加了，是不是？